为取名跟利放不下，太没天理了。我罗炳寒窗苦读30年，总算熬出一个博士学位了，可如今以百凤求之信都没几个面试的机会，难道是我这个学校不够格？官逼民反，那我就给他造一个哈哈大学的毕业证书，嘿，那就一定。没有，我对天发誓。讨厌，李哥不给你扯了，快把这些交给老板去了。哦，那就交给我吧，我就快升职成你老板了。我他是老板，那也挺好哦，那我就有机会当老板娘了。哎，饶饼，听说你升职了，要请吃饭哈。能跟小娇这样的大美女吃饭，那可比升职开心多了呀。我听说你有女朋友了，是真的呀？我什么都有，就没有像小娇你这样的女朋友啊。嘴这么甜，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？我才不信呢。还是你怎么不告诉他呢？我是你来呀。你别吃醋，我就是跟他们玩玩，让他们喜欢我，他们做事儿不也方便吗？我把你介绍进来，你却把我扔在一旁，你当是什么？哦，你别生气，要不咱们晚上去吃个饭去？我真搞笑。白粉啊，毒奶粉就是伤天害理的事。
事情。对，我们公司的翻版光碟那可是质量上乘，卖得开心，买得高兴，拉动美国经济，政府不奖励我们，反倒找我们麻烦。哈哈大学果然顶呱呱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依我之见，咱们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我这一身冷汗呀！我还要不要再造一份哈哈大学的毕业证书呢？喂，宇昂利啊，你在干嘛？哦，啊，你是你啊？哦，我那个。你在干嘛？有没有好好整理一下你的履历？有啊，我大大的修改了。其实我就是稍微的调整了一下。哎，你这人口里没句真，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讲的是真的，什么时候讲的是假的。我对你可都是真的呀。我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和你在一起，你对自己都不真诚。你是不是认识什么小帅哥？什么小帅哥？哦，没有。朱莉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啊！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啊！我信了耶稣。什么？那你非我族类了呀？那你也可以信耶稣，跟我做同一类嘛。这信了耶稣，整天做活，多不方便啊！我觉得信了耶稣很高兴啊，没人告诉我可以做什么，不可以做什么。反而我信了耶稣之后，就觉得不应该撒谎，看钱也不像以前看的那么大。我觉得这样活得更开心。哦，我说你最近怎么变了？也不拉着我去酒吧跳舞唱歌了，这能开心吗？嗯。这做了基督徒，整天跑教会，说真话，做傻瓜，这怎么能开心呢？你不好跟我去教会。可是对教会有那么多偏见，我跟你说，教会里有很多优秀人才，不过没有傻瓜。基督教讲真理，在真理里面，人得到真的自由，所以开心。这个什么真理？圣经有很多真理，你要来了解，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。你说的这个太深奥了，我一时还不懂。不过你的变化真的很大，还比以前开心了。这个，那我一定要跟你去查经班，看看这位耶稣是怎么让你这么开心的。
漂亮的女人。今天是个小帅哥。还有另外一个最漂亮的女人，小娇呢，她就是啊那个啊肖杰，她是《Good Times》的第一年。然后这个也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，我们今天有很多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。她呢就没有撒谎了，她真的是21岁。然后小帅哥呢，他是还不够年龄进98，这个也是真的。还有这个是我家的老板，对，也是真的老板。还有这个角落奥斯卡有那个小品的最佳男主角，他们是一定最难的李荣来。他是很真诚的，从来不耍丑的。然后还有 Julia 做我们的灯光，谢谢他。还有 Paul， 他很